大家看看这儿啊，这应该是跟之前跟球球打架咬的一个口，然后最近也没管它，今天给它洗澡看看，好像这个口这块大了，放大看一看，看，小球里边像是一个。哎呀，黑头一样哈！哎呀妈，我的天哪，这是啥？吃的脏东西都进去了，这像人的黑头一样！哎呀妈，整出这么大一块儿，这个黑头时间有点久啊，这里边还有呢。这个是我养了7年的小太阳，行吧，就这么地吧。过一天再给它排，这个口撑得有点大，因为今天洗澡了之后，这个皮肤泡了一下，就软了，很好往出推。平时我也没看呢，没仔细观察。这小太阳岁数大了，都7岁多了。